男人秒射，如何延长时间？中医教你重振旗鼓，不做快男。人坚持不到2分钟就射，大多跟年轻不懂事、过度手淫有关。因为过度手淫会消耗肾精，导致肾虚，而肾一虚就更没法正常固摄肾精。那这个时候自然就会出现早泄，没多长时间就草草了事的情况。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延时加长呢？这就需要补肾固摄肾精。今天沈医生就教你方法，只需要3步就可以让你重整旗鼓，不做快男。那第一步就是菟丝子加八极天煮水喝。菟丝子、八极天这2味中药搭配可以大补肾精，固本填髓。对于肾精亏虚引起的男性问题，像阳痿早泄、不能正常勃起、时间短，这样的人有很好的效果。所以，想要延时加长的男性，就可以白天的时候参考这2味，然后煮水喝。第二步，按摩3个穴位：涌泉穴、太溪穴和肾腧穴。其中，涌泉穴可以滋生肾水，益精填髓；太溪穴可以滋肾阴，补肾阳；肾腧穴可以强壮肾气。由此呢，每天晚上洗完澡、洗完脚之后，经常用指腹按揉这3个穴位的话，就可以帮助男性补肾、提高肾功能、延时加长了。另外，除此之外，像肾经上的其他穴位，比如然谷穴、大中穴、水泉穴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补肾的，大家可以灵活掌握。第三步就是运动，运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维持血流量。我们说男性功能之所以勃起有硬度，都是神经血管反应。比如说，一个正常的男性，当大脑收到性刺激的讯号后，血液就会去充盈海绵体，维持勃起。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运动，那么心脏力量不强，血管流速较慢，自然疲软、敏感、易泄，而且欲望低，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。所以，想要夫妻生活延时加长，平常就可以适量做一些运动，比如跑步、游泳、骑单车。不过，如果你肾精亏虚得很严重，那以上的办法就不管用了。那么，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专业的医生帮忙，根据你的情况对症调理，或者直接可以参考一些补肾精的中成药，像五子衍宗丸、补肾益精、金锁固精之类的药物。